下班了。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好端端的又生气了？你等会儿。我知道了，是不是气我们陪你过520过521啊？哪儿敢呀？不是，你等会儿，你听我给你解释。那我们公司就我一个单身，那我老板非得留下我加班，我也不能不加，对吧？是不是？你就这样喜欢我呀？口口声声的说喜欢我、追我，原来都是骗人的。不是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答应做我女朋友，那下回我是不是就不用加班了呀？对吧？那再说了，我给你送花来的，拿着。啊、不是你拿着。哎呀，不是拿过来吧？怎么哪都有你啊？行吧，520过了，521过了，想起给我姐送花了是吗？不是，不是，送什么玩意儿啊？送个钢丝球。不是，你当我姐傻是吗？不是，你懂什么？这是钢丝球的花语。代表我对你姐情比钢坚，爱你姐如斯，永不生休的爱。哎，你等会儿，怎么又要走呢？姐，别被他蒙骗了，他我看就是什么，有他一口饭吃，也有你一个碗说。